哎，玉明，回来了，阿姨刚刚做好晚饭，吃饭吧。说话呀。 挺好吧，累了吧？来，喝点水。嗯，给你。你妈妈的后事料理的还可以吗？ 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样啊？我累了，想洗个澡。你别搞了，什么叫累了？累了你也不能对我这个态度啊！那有什么态度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你老婆，你离开了这么多天，我特别担心你，现在回来了你就这样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达到目的了，可以变个人了？我跟你在一起，我是为了目的啊。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 那我达到了什么目的了？你说。你自己想想，你过去什么样子，你现在能什么样？好，圆圆，你搞清楚了。
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，我没有把任何一件东西占为己有。如果你非得认为我达到了我所谓的目的，行，我为了我的目的付出了也太大了吧？你觉得值吗？啊？那什么意思啊？合着是我对不起你吗？合着是我图你什么吗？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也别说了啊！你要觉得心里不平衡，你可以把我甩了呀，对不对？你甩了我。我告诉你，卫明，你能说出这样的话，你混蛋！圆圆，圆圆，我考虑过了，我觉得咱们俩都应该冷静的想一想。经历了这么多事儿，我想咱们两个应该分开住一段时间，觉得怎么样？